其实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追求啦，比如说我们做的节目也是希望就是对环境能够多尽一点心力，特别呢搭配在闲暇的时候呢不被骂的时候，然后呢会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呢？一起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搭配林佩瑜。我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我在放假的时候最喜欢来的一个疗愈的地点，就是民生社区富锦街这边的一个非常地道的小书店，来这边分享我平常最爱的爱地球小手作。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蜂蜡块，成分是由蜂蜡还有荷荷巴1:8调制而成，还有平底锅及刷具、棉布，就可以准备来动手做。今天要先来教大家做的是蜂蜡布。那蜂蜡布呢，它其实对于台湾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蛮陌生，什么是蜂蜡布？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替代保鲜膜还有塑胶袋的一个环保小物。先把蜂蜡块放进锅中到完全融化，接着再用刷子把蜂蜡均匀的涂在棉布上，不要沾太多的蜡，我们就先做一半这样子，然后让它在空气上面飘一下，大概5秒钟就差不多干了，很快。刷满蜂蜡的棉布，等干了之后就是蜂蜡布，可以剪成自己喜欢的造型。那我现在剪出来啊，是一个椭圆形啊，没关系，但是盖在碗上面应该就是都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要利用手的温度呢，就可以把它这个边边呢把它掐住，这样子就可以替代保鲜膜。然后其实有一个更好的用法呢，我自己其实个人很喜欢的，就是直接包食材。那假如说苹果我切一半，我不想要它氧化变色，我就直接拿我做好的这个蜂蜡布，表面是干净的，我就把它直接贴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包起来。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没有卫生或什么的，大家它的保鲜效果是非常好，是因为它是由荷荷巴油还有蜂蜡所做成的，那这两个成分呢都有天然的抗菌。近年解缩观念渐渐普及，蜂蜡布在欧美相当盛行，简单动手做就能天然保鲜食材，有爱地球尽一份心。为地球尽一份心，不过我要跟随你一下，好疗愈啊，好疗愈哦，最喜欢的词，他最受不了的词呀。这主要为什么会培养出这个兴趣？水下的垃圾真的很多，所以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说减塑这件事情应该大家看了这个节目有感，那我们就应该要做更多。对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所以你的这个手工劳作还蛮厉害的，像刚刚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，还有你用这个海肺也做了，这个是哥吉拉，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就很特殊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在去年的世界地球日4月22号，然后我们水下30米来举办了一个净滩净海的活动。我们就是请了十几位的潜水员去净海，然后陆地上200多位的那个爱地球的朋友来一起净滩。我们就在潮境公园那边捡了705公斤的垃圾，不到一个小时之内，705公斤，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海废。那海废呢，都捡上来了。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喜欢玩劳作的人，所以呢，捡到很多黑色的垃圾，做成一个海废哥吉拉。哇，海废哥吉拉好厉害！可是你在海底下捡的也太多了吧？各式各样你想得到的生活垃圾都看到，这是那个高尔夫球啊，然后怎么拿到海里去哈？还有这个，这是浮球，浮球，对，那些浮球。塑胶品真的超多，非常多，他们就是万年不化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观念呢，就是跟大家来分享。对，尤其这个海废非常多，所以你们在水底下会被垃圾给勾住哦。我们渔网也被勾过，渔网海里面很多渔网，因为比如说抵制网的，然后勾到的时候就整面可能就缠在底下。对啊，OK。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，我们其实应该要发扬的是海洋文化，绝对不是海鲜文化。对，因为我们海里面的鱼真的少，非常非常多。真的少很多很多。我们去兰屿嘛，兰屿就是很多的潜点，然后下去上来以后，其实我会觉得哇，好漂亮哦，因为水色很蓝，是蓝紫色。可是白叔就会说，哦，他可能
大学的时候去兰屿的时候跳下去，那个鱼是多到我看就是让路让路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我看不到那么多的海。但是我们下去就是确实哎水清无鱼，对，然后好像是来看水色，但是鱼却很少。所以这不过短短几十年，对，大概可能一二十年而已，二十年左右就变化这么大。即使在十几年前，可能兰屿的鱼都还不少，但是其实这些年兰屿变化，兰屿其实是台湾的潜水，其实是说真的是世界级的，世界级，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。然后，可是我们对它其实破坏的严重。兰屿的水是我潜过这么多地方第二水色第二清的，第一清的叫做那个雅浦。那为什么它清？因为它在马里亚纳海沟旁边，那一万多公尺来，根本那海水是没有杂质的。对，那兰屿只输给它而已。它赢过所有地方，包括帛琉的水都没有兰屿清。这么清？对，所以但是它就是没有鱼，可是它不应该没有鱼，它应该是很多鱼。Yeah, 所以呢，大家要重视一下这个我们真正海岛国家，我们的海洋文化不是只有海鲜文化。 OK, 像我今天呢点的这一杯出头天，意思呢就在讲说像你们都在水下，所以呢我就说哎，终于上岸了，哎，出头天。但是重点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拿到了也很多的奖项，也终于出头天了。但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吧，我这杯好特殊哦，而且有我爱的珍珠。出头天的话，我的概念是有一杯饮料从台湾红到外国又红回来，那杯叫做珍珠奶茶，我用珍珠奶茶概念下去做。那另外又多加了一个黑糖粉，就代表从土游出去的感觉，所以出头天。而且太棒了，你没有插一支吸管在那边。对，我们要对这个环境的保护啊。OK, 那我们来尝一下今天的这个特调的饮料。是潇洒走一回。潇洒走一回。致我们这个永远不回头的生命。Yes. Yeah, 来喝喝看。